怎么了？我肚子疼得厉害。今日这莫愁乐师挺不简单的，长得美貌不说，这才刚入宫就得大君喜爱。那为什么哀家总觉得好像跟他见过面呢？大君对他的身份一无所知，万一有什么闪失，那可是楚国的灭顶之灾。去给我摸摸那个野丫头的底。这卦象不可不信，可这莫愁女不可小看。我不就不信一个民间女子不管还碰，简直是